Hello， 伊甸的好朋友，大家假日午安。今天的时间，中华民国112年的4月1号，清明连假。那我们赶紧利用假期的时间，跟原主妈妈来园子里面采摘第二次的枇杷。那现在来哦，枇杷水。等一下，枇杷怎样？还有加沙哦。这有完啦，这有蔬果，就这一颗，你看大细粒，真有够水的啦。来，那我就把它剪下来，你吃袂哦？嗯，吃好啊，吃袂好哦。好，来摸下，摸摸，啥好哦？嗯，这个就是有蔬果的，有拍粒吧，大细。哦，安尼真正水。来，给你摕。嗯。啊，然后这就是。拍粒啊，拍无功夫，这盘应该爱加放，这盘这也无熟。加放啊，其他的，嗯，咪爱落来，啊只。嗯，这边哈，这样、嗯。啊，第二，再来绿绿的，再套回来。嗯。再套等。啊，这是采摘的第二次，第二次。这卡好点，我那有吃饱。对。对呀。对吧？好开看嘛，哈、啊，来解开哈。哦，伤高。啊，这呢也无嘞，也蛮慢嘞，无快。拢也无嘛。遐呢，敢会使吧？哈、啊。哦，那伊遮高呢。来，啊个头长个。伤白就是。无拍了嘛，对。啊。啊啦。啊，继续看。嗯。啊，我看一下。哎、欸，啊，人咧整理地，干嘛啊？无囥啊，接接地，啊，无。哦，这较袂使。哦，安尼袂使。几时干？哦，是。哦，是啊，真正有疏，有疏真正就是。疏就是会大，啊，无疏就是不会大。像这呢，就足水的。哎，啊，无定，一头就一头啊，较好哦。啊，这会当搁加放。哦，啊，无即趴嘛，足水的。这个是我的我看这个是我的我的今天是连假的第一天，连假的第五天再过来做确认。来，底下两颗，这里。
真久啊。要熟度够了才更甜呐 啊，所以熟度还不太够了就先不用全烤。来，这样。啊，这条剩两条，这条啊，加一条。这条袂错嘞。气味的，你这就是安尼人咧卖哦，这也拢无皮派哦，皮派足少。好了，就安尼，差不多了。这个是啊，这个承认，这应该是我来做的，不舒服。啊，那时阵水足少的啦，今年的啊，调下来了。今年的雨水哦，很少很少。最贱，呵，怎样呢？好，今天连假的第一天，从底下看有一点透黄的袋子，打开采摘了几颗的枇杷，啊，然后至少说自己在这个季节里面，园子里面有这是一丛跟前面一颗有枇杷果可以采摘，那记录做分享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